外国在财政部各界水部总结近日华信息会部发布公告，明确今年都会交起价，新零湾汽车名定车辆高低上升车，将延续实施至明年底。多利好界政策多动的国庆行起，或是新零湾汽车销售条文，为着车型界提车照起，到半个月至三个月之间。 国庆假期到市区各大新零湾汽车门店，再来刺激高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人流是非常多的，包括说今年的话，国庆的话也来了很多外地的一些旅客嘛，因为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品牌呢，还是属于比较针对于那种青年的那种年轻人的品牌，所以会有很多的游客会来这边观看我们的车了解。 我们国家的购置税减免政策的话，现在的话是延续到明年的12月30号。我们现在推出的一些金融福利，包括我们的一些购车政策，现在的话比以往的整个销量的话是上了一个翻了一到两倍。根据最新政策，新零湾汽车名定车辆高低税，延长至2023年12月30号。 以质量开票价格为15.5元价新零湾汽车为例，可为消费者节省1.3至2元。政策优惠让不少消费者锁定了新零湾汽车。因为家里面有车有几台了，所以就选择电车比较方便。现在电车越来越先进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好开的。那油价，那这里这里高，那到了那那油价啊，电车又要要要是。 近期，东新社由高低新零湾车嘅上行，而但得了名税政策嘅优惠，已经推动界是新零湾汽车界新嘅一笔。因为一直以来是想换一个电车嘛，第一个是它的那个费用会比较低，比起油车的话，它省油，它不用去加油嘛。第二个是它的整体的这个科技感跟这个智能化会比较强。如今。 下次充电桩或者是通电配套设施嘅不同横向，也让新零湾汽车嘅使用更加方便。说我们日常的话，去商场的话，也可以去充一下电，逛完商场，基本电池都已经充满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因为随着我们现在的一个充电桩啊，充电桩的一个普及，包括我们未来独有的一个换电体系，这一点的话是接受程度是特别大。 另外，记者到走访当日发现，随着新零湾汽车销量嘅提速走高，相应嘅提车周期也随之增长。目前，多家新零湾汽车销售门店基本拢无限车，只能通过预订提车周期到半个月到三个月之间。从本月一号起，欢迎用小梅兴载客汽车摩托车检验周期调整，其中将私家车从原来15年每半年检验一次。 调整为每年检验一次。业内人士表示，这将为二手车市场带来利好。小高到市区一个公司上班，平时一到出眼镜，经常开车多几年呢，租借出去旅游。最近，伊拍算换过一辆七座的车。今天过来看这个2006年的别克GL8，因为这辆车是七座的嘛，就家庭出行。 也比较方便，这辆车到现在已经16年了，对，然后就是之前的顾虑就是那个年审嘛，他现在都15年之后都是一年一审，就比较方便，那现在就买这个车就没什么顾虑，价格也比较实惠。甲小高朋友，小朱也到车行自上二手车验步，伊表示唯一高配一辆车况比较好的二手交通轿车。 听到这个政策非常欢喜，当然都适合二手车好不？一路政策即系非常平民，也能适合车主的名单啦。佮年审落次。据了解，从本月一号开始，欢迎用小妹兴载客汽车，将往10年来上山检验3次，调整为检验6次，为对6年加对10年，并将往15年以后每半年检验1次，调整为每年检验1次。有二手车销售人士表示。 这只利好的政策将激发二手车界消费热情。两日内，自上二手车验步，加二约刺激的顾客明显增多。很多市民呢，就是会来选购这个15年后的车，因为15年后的车现在价值并不是很高。
但是呢又可以买到以前曾经呢是比较高端的车型，政策放宽之后呢就是对整个市场还是很有利的。业内人士提醒大家，高保二手车之灾，务必认真核实车辆证件是否齐全，主要包括驾驶证、车辆登记证字、核对证件信息是否甲车辆信息一致。而此同时，蔡王某贪图小便宜，推掉明显低市场价的二手车，要多留意车辆是否存到其他门对。建议就是大家购买车还是走正规渠道，不要说随随便便在网上啊看一下，或者说私人去交易是不行的，尽量还是选择有门店的啊，能够双方签合同，能够有盖公章的，这样是比较正规，避免上当受骗。刷头是食作有癌，有温度的城市，可能可是长熟不强，爱心上个随处可见。今年国庆假期，正面南通到市区食商业综合体剔土的时候，不幸去跌落去，眼角受伤。何啲顺路嘅民警直路护送，致命南通只获得及时嘅救治。受伤嘅南通姓苏，本月四号下午三点左右，伊到白青嘅陪伴下，到市区东下路直商业综合体露天游乐场时，一不小心就跌掉，导致眼角受伤，千血滴流。苏先生见状，马上抱起阿囝到路边叫车。小孩在东下一百那个露天那个游乐场玩，不小心摔倒，眼角受了伤，伤情很严重的，我就把他抱着，然后到了路边，然后去准备叫车去医院的，因为国庆放假期间嘛，叫车比较麻烦，就没有叫到车。就到苏先生心急如焚的时候，金平公安分局金东派出所的民警邓初生加两方队往李宗义暗号计程一辆顺路警车经过。一人获刑之后，马上告急停车询问情况。身边还站着一个小女孩，然后在路边急烧呼求助，所以我们就驾车靠近，去询问是什么情况。当时所抱的小男孩呢，脸上都流着鲜血。的仔南通眼角严重受伤之后，民警邓初生立即将苏先生甲两个老囝接上顺路警车，并直路民警的护送，快速将南通就近送到金平区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由于医院相关为了好彩缺血，到卫生委南通止血之后，邓初生又把受伤的南通转送到山大卫生院待护送医院，让伊得到及时的救治。对此，苏先生两声道谢。民警也为临江受伤的南通及时送回感到很慰。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民警察应尽的职责，这是一件小事，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国庆假期，正当人们放假休息的时候，调遣工业志愿者吸热脉奔走协助潜能，随后共找到走失人员十二名，伊能用不停歇的脚步与爱心，照亮了走失人员的归家之路。今年89岁的邓姨来客气到市区下开步偏区，伊患有老年痴呆症，伊本月6号明早10点外独将离家。哎，退保不能了，太艰苦，哎呀，就十点半的时候就一路出来。哎，是家己有找有两点钟左右嘛，2点钟左右然后后面呐，安尼也是不是好找。获悉这情况之后，市调遣工业志愿者协会甲南天救援队立即展开潜水行动。伊人发现，当伊经过淮河一路，走进临城街道环境卫生服务中心，随后再也无走出来。于是，志愿者两面进行搜索，最终到一个角落找到了当伊。状况就是沟街贴了到来，到了去路了贴，街道到了做草开去。了无变反应啊，就对了。等下咱往吹了掉，手电吹掉，吹了掉了，满户叫伊爱用，伊煞袂做呢。我讲咱就卖惊，了等下咱往就切袂出来，切袂出来，等下咱又挫伤掉，头部又挫伤，甲手会破皮流血。机关人到侵蚀个路上，只望接回热脉监听。事后，84岁个阿明从监狱街当走线。获悉伊正到双涛市区路山路一段出现的线索之后，志愿者立即展开潜水，最终找到了老人。来到这去路山路一段，个徘徊，沿路路边个行来行去，就是
有期待一种状况迷路，即个很惊讶，一栋雷，个雷光，个往只情况下，就导致个路线路轨个消失。啊，终于到五号诶，挂四点外，导致个五一个五通叫做五通锁住锁个门口出了流浪。据了解，本月一号到六号。标签工业志愿者协会会同爱心单位甲热心人士，想要帮助十二个家庭签回了走失的家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岁，最大的89岁。伊人的成果令人感动。有感谢那救援队，感谢社会的热心人士提供着帮助。啊，我是提醒咱广大市民，家内有老人者，特别是老年痴呆老人啊。今年人爱挂植草，然后维持花啊、树苗啊，以及啊，同时个流浪，尽量防止流浪啊，现在出来购买啊，目前也未过啊，希望各界啊结束甲啊，同时个嘅流浪植草流浪。昨日另外新开一只居民阶段来了一只不熟之客，这只不熟之客经常是罕见嘅小鸟相配适当。有较当相嫩的梅青，属于国家级的保护动物。同时，另外新开一只居民独将发现，家当来了一只好恩人的鸟，伊就忙在车上发现，这只鸟是相配适当，属国家级的保护动物。于是，伊将这只鸟送到派出所，后来又转送到东山公园动物园。他就说从窗户跑进去，然后他就关住窗户吧，就是。星溪派出所，我们就把他抓回来，看有没有受伤，然后救助。经动物园工作人员鉴定，这只鸟只是相配适当，并无外伤。那个爪子和那个羽毛，等看得出它还是一只幼鸟。幼鸟的话，就是这个皮肤啊比较鲜亮，脚掌没有茧，羽毛那个后尾还没有长起来，没有长齐嘛。个相关资料显示，相配适当属于赤胸墨鸟类，一般体长120厘米，有背整不等黄色的羽毛，黄色非常鲜艳，外号叫做较当相嫩，属国家级的保护动物，为全球异外鸟类。个此次统计，我国有直白高直菜的黄色队，澳洲高直菜者抢刷个体，目前。这只美丽的鸟将到东山公园动物园休养，并接受保护。届时，伊将被放归大自然。先护理，饲养一段时间，等它就是自己吃喝正常以后，再来放生。近日，本人物报道了，张家口西路镇青山村30岁的林开枝养病早逝，家己心患重病，独自生活多年的困难境况。新闻爆出后，社会热心人纷纷为林开枝惊慌惊忙，也积极协助伊寻找青山白宝。林开枝是个90后，本届迎来人生最好的时光，但伊个坎坷命运令人感慨。原来林开枝老岁左右时就搬养病，从深圳破养到村来，热到伊10岁的时候，养病就去世了。林开枝无快乐的童年，成年后就到工厂打工，希望通过打拼改变命运。奈何造化弄人，10几年再伊患上了哮喘，寡年再又跋伤大腿，造成股骨头缺血坏死。如今就连行路拢十分的困难。内心高速的时候，伊对找着青山白木的愿望如来如强。我最多嘛就是出头找条青山白鹤啵，叫个侄姑呀、爸阿妈。林开枝个困难境况感动了正人心。新闻播出后，社会热心人纷纷为林开枝家乡相况，有人化妆厅去以来为生就相况。多多过日，林开枝就收到相况6万外元。有只叫热心人行了两万，然后有人叫行一菜两菜啊。八百个药物，有感谢这个热心人，讲到这差不多600元就成600元。我们这暂时就是曝光到村委会，以后去迪拜，爱去伊爱按，我去迪拜就来香港去。到热心人界，康山搭桥的，
有骨科卫生也专程去到林开泽家来，为做详细的检测。他这个情况是髋关节、膝关节全部属于僵硬的状态，然后看他的片子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四期了，他的髋关节骨垢全部塌陷了，这个我们建议还是从事关节置换手术。如果检查如果膝关节没有问题的话，单纯髋关节置换，他术后功能还算是很好的，一般行走是不受影响的，就生活是基本上可以自理的。如今主任林开泽看跨界是家己的亲生伯母，记者刘国高张默播出后，未少到亲像拍工的调养人拢赶过来探望林开泽，到生前生活物质的同时也积极修复伊前程。因为我自己也是做人家父母的，他现在很想要就是找到他的亲生父母，所以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也有帮他在取证那个 DNA， 然后帮他配对亲生父母，希望能通过这条视频，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让有一些爱心的人士或者有这一些知道有这些可以帮助他的，来帮助这个弟弟能够找到他的亲生父母。我那个就是有新郎介绍了以后来找啊，要采个花，要寄过去，要转过那个我哩店啊派出所有。民警也有来采购会，等个伊那伊那的等消息个，感谢个社会安心人士个守护。今日凌晨，市区珠江路直上桥突然大雨，河堤部造成人员伤亡。明仔，立法部门已经派往高点处置。大雨个路桥位于珠江路东段，是直上小学用五六层楼高，个只会空城大，因站咩风雨大。大桥可能是今日凌晨被风刮倒的，所幸无砸着人。7:30到这里，我发现我来的时候就倒树倒在那里，没有发现有人受伤。怎么现在落雨？咱们你咱们倒你咱们咱们再讲我讲我乌来光土啊！没砸。立会部门到上车等发现大桥之后，迅速派出人员及机械高调处理。上去就上去就，我就沙石咁样嘅，始终就好贵，咯，嗰只龟人咁好嘅，呢个只船只咁样咁好嘅。啊，就系喺帮帮冇就死咁，冇落落龟嘅。细细碎就讲咁建议系有啲邓少嘅，有啲咁好，咁好喺邓少，你一见二廿米咁样啦，细细少多落嚟咯，只一阵整到僵。指挥空乘表示，此在附近也曾出现过路桥大雨，为此，伊能希望立法部门加大送车力度，并做好广阳的修建工程，防患于未然。防雷击到大雨，点经常个，这两个风台咪来喎。我主要能负责弄了来车队，然后桥系淹着。这个要找相关专业人员来检测啊，需要那些专业机构来检测一下，因为人来人往的，检查一下会比较安全一点。杭州的幸运时，为宝宝请了一届住嘅幼儿所，采用直升机。国庆放假，一家人留带着宝宝等去留嘅三日，保姆便加以职能留到幸运时杭州嘅那个休息。当伊能返回杭州嘅时候，保姆提出这三日是多钱假，也要算三日工资。对此，吴平龙指出，这个要求既合情合理也合法。幸运时当初甲家政公司签订个合同约定，保姆整理有11日法定休假日，上班的话要支付5倍工资，但并不明确，无上班也要照发工资。幸运时认为，自三日保姆无做工课，徛起床补倒以来。这些情况下，伊唔需要额外支付工资。外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到法定休假日、甲放生假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应当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法定休假日外派劳动者工资界，几乎不低工资界300%的工资报酬。因此，有评论指出，保姆国庆不上班，也应该依法获得多钱休假补偿，这不需要另加约定。另外，下当约定法定做假日上班付5倍工资，从法律角度看，严格来讲也是不合法，应该依法支付3倍工资。
家政服务属于合法职业，规范家政服务业扩展，提高家政服务业服务水平，必须依法保障家政服务能往届合法权利。行政市对保五国庆北上班就业局工资各得五合理，反映出五方面的问题。其中，对扩展休假之间多增休假不理解，认为扩展休假职上班接到副加班工资，而北上班则不应该扣工资。其后，把家政服务更作为重点工对待，对于重点工涉及的家政服务，按日举手无问题。但对于住家保姆行政不适应，其相当于专业撇车的客等工。扩展休假期间要求雇主照收政府工资，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合法要求。这件事在方面推出限制劳动者锐矿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提醒人到签订合同的时候，要将要求和规则清楚明白的直条条详细列明，以免将来到出现不当理解的时候，加紧一回。